好了，各位，我们现在要吃的就是三重很有名的龙门鸭肉羹，就是来三重你一定要吃，我们现在我阿嬷家都会来吃的。然后他们有名就是他们的辣粉，就是像那种一兰拉面不是也有他们独特的辣粉吗？那龙门鸭肉羹也是有他们的独特辣粉。虽然我不太吃辣，但我等一下要试试看，我们先吃个原味。嗯，你这样的味道很好吃。它原味就是已经味道很浓郁了，它的根不是那种很稠的，它的鸭肉是嫩的，好吃。我加点粉，因为我上面没加过粉哎。可是听说只有内用的粉可以自己这样加，真的，因为外来的粉它整个就跟那个辣椒粉一样，小小一包而已。它不是很辣，嗯，就它是那个味道，辣椒的香味，它的香味香气有出来，可是它没有到很辣。我刚一口整个都是辣的。我准备打开。嗯，那女人太狠了，辣椒粉直接给我加一大匙。这其实辣粉不是不辣，是你加不够多。当你加够多的时候，很辣。辣椒。我不敢吃辣，我都觉得不辣了。你看碗汤的颜色。我看一下。这个很辣。哎、欸，真的，你的很辣吗？嗯，很辣。各位，我怕威力在做效果，我帮你们试一下哈。哦，蛮辣的，很香哎，我好喜欢哦。西瓜汁威力，先给你消暑一下。哎、欸，真的，我自己点的洛梨牛奶。这碗鸭肉羹很辣，直接哎、欸，直接过来蹭一杯西瓜汁，爽不爽？哎、欸，它是带冰沙的那一种，有多爽？可是我不能吃西瓜，因为我吃那种哈密瓜、西瓜这种比较寒的，我就会直接拉，那种不能憋的那种拉。哇！没办法，不要开玩笑，所以我喝洛梨牛奶，而且35块而已。各位好吃归好吃，提醒你们一下，这边很容易被开单。我刚刚已经看到大概3-4个人被开单。哎、欸，龙门鸭羹真的好吃哎。嗯啊。就在店内吃才可以无限一直捞。那你觉得我干嘛这样刚刚好吗？我捞了跟那个墙外伞没什么两样，捞一大匙，我现在肚子好滚哦，肚子在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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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吃吗？哎、欸，是好吃的，对吧？建议以后如果大家来吃的话，就像子瑜那种调法，一大煎一大煎吃，虽然可能有点辣，但真的很香。好，拜拜。这种吃零头还会有人跟我电话了？三重你很熟，听说迷之地带，我跟你说，我觉得我又是熟悉又不熟悉。我阿嬷家住三重，嗯，你家在旁三重旁边，但我却对三重没有很熟，毫无印象，对吧？我是不是很常来三重？可是我却对他，哎、欸，又熟悉又陌生的陌生人，对，熟悉又陌生的感觉。嗯、第二个理由，听说最近房价都很高，哎呦，听说哎、欸，对吧？新闻在报，住房住那个饭店，听说可以直接飞一趟冲绳。然后呢，我却在三重这个地带看到一个一晚哦，不用1000块的旅馆，厉害了吧？而且听说是有特色的，是不是？没错，因为你贴给我的时候，想心想说，哇，干，这个怎么住人？厉害了，威力。我们直接三重走起，是我们第一站。听说这个溜滑梯呢很厉害，它可以从捷运站，然后溜到河堤。因为它可能一开始设计是一个行李的输送带。哦，很像哎，是不是？滚！它现在人可以溜吗？我看一下。哎、欸，我刚看有人溜下去了。哎、欸，可以耶。但那个人没有再上来。靠！它、啊、怎么溜？你就往前溜啊。哦，哈你在笑什么啦？不是。各位，你们看，我的鞋，我的鞋，哎、欸，它真的是行李的输送带啦！哦，啊，静电，哇，我刘海，刚才威力说我像一颗凤梨，你们觉得我像凤梨吗？哎、欸，坐一坐屁股会有点痒哎、欸，因为它这个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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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，有点是在帮你屁股按摩。威力下来，威力你可以，还没有限重量。注意，威力要来了。啊！屁股好痛，屁股好痛。怎样？屁股一直打打打打打打打对。屁股快烧起来了。为什么？屁股好痛。为什么？啊，好麻，好痒，好想抓。对，我刚一下就是好痒我的屁股。哎，福利，福利。哎，真的很痒哎。福利，福利，福利。好恶哦，威力！我帮你抓。哦，不要不要，嘿！我告你，我跟你讲，看我喽，各位。等一下，整
妙的。走了哦。威力根本就让我自己一个人香汗淋漓吧，他让我这样溜下来，然后要让我这样子爬上去，然后他自己一个人在上面，太扯了吧？他在那边，各位，我上来了。注意！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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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很恐怖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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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各位，我来到了胶囊旅馆，我没有体验过胶囊旅馆，第一次我在三重这边的黑熊好眠站的胶囊旅馆。威力想得太美了吧，我怎么可能跟他同一间？而且我看那个照片，胶囊旅馆就是一个人睡的，跟他哪塞得下啊？他体重能不能进去都是问题。还没有啦，开玩笑的。反正我们现在，我刚刚拿到卡，然后现在要准备进去了，好像已经有人入住了，所以讲话要小声一点。好紧张哦！我拿到了卡，916这边，916，我在这间，那里面已经有人了。还好想到可以后配声音，可以好好说话了，不然全程气音真的会累死。现在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我每次出门都一定会带上的韩国 3.0 皮肤科黄院长秘策万能肌初秀卸妆水。最近常出国需要化妆到处跑，养成好肌肤首要关键就是卸妆啦。最近用这瓶卸妆水真的超级好用，卸妆洗脸二合一，对于我这种懒女孩来说真的是一大福音。而且万能肌初秀卸妆水看似没有起泡，并不是没洗干净，而是因为泡沫清洁会让脸上的油脂变硬，100%无油洁面，不会破坏皮脂分平衡，这样才不会容易长痘痘。卸完清爽保湿，皮肤还亮亮的呢。如果是长痘的女孩，卸完妆可以直接用黄院长秘策祛痘贴，打开单包装，小小一片超方便，100%纯棉，贴起来不刺激，直接贴在有痘痘粉刺的地方，贴30分钟内就要拿起来咯。
再来是这瓶万能肌出秀精华，滴上两滴拍打全脸就可以。今天想示范给大家看，所以稍微多一点，里头的特别成分带来的综合美白效果，同时镇定补水，让我这个怕被黑的女孩又更加分了。黄院长甚是贴心，三件套直接下去，纯天然使用下来更是安心，强化肌肤屏障，让保持肌肤健康稳定，帮助调理毛孔，使用下来肌肤更加细致平滑，基本上外出女孩在家保养都是相当得心应手呢。好啦，我要赶快弄一弄，来去买晚上的宵夜。去买宵夜吃吧。我有问题问你。你说。因为你住细致嘛、嗯、你比较远嘛，所以你觉得住这边很正常。然后嘞？啊，我住隔壁，我可以回家吗？真的要回家？那个地方好小哎、欸，我一进去哦、喔，真的是很小，我的左肩跟右肩刚好贴在墙壁上，而且我是可以直直的躺，你应该没办法。我可以，你可能要凹弯一点。忘记拍给大家看了， oh. 我头顶顶在那个天花板上，我脚底在底部，我是刚刚好的。哎、欸，不过真的讲，如果有一天真的不小心被赶出来，睡这边还蛮舒适的。对，而且我刚刚其实他那边是满的哎、欸，嗯，我那边是都有人了，然后再来就是我的，我不知道我下铺是谁。但是它就是有分男生跟女生，对啊，我那边是女生区这样子，而且很多外国人，蛮多外国人的，所以会不会是很多，比如说来这边台湾玩的人，然后就直接住在背包，哎、欸，这种算背包客住的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而且我看好像会很常租，因为有租那个置物柜，对，就是有租置物柜可以放东西。其实我觉得它蛮干净的，嗯，比想象中还要又没有那么复，我以为偏复杂，它很单纯哎，而且它的门也不是说没办法，对，你门一关起来它是锁住的，你没有卡，是铁做的，对，你没有卡的话你进不去。如果能讲胶原管，我会想试试看。哎、欸，我觉得还不错哎，这次体验我觉得还不错。哎、欸，可是台湾胶原管真的太少，日本真的很多，对、啊，日本更有特色的，还是我们出个任务，哎、欸，请各大旅行社的朋友们赞助我们去日本住。胶囊旅馆，哎、欸，怎么样？好啦，今天还是要特别感谢我们在特别的 Make One， 让我们有机会可以出来体验就是胶囊旅馆。我想跟大家讲说，平常我去露营、去胶囊旅馆呢，或是去远门的时候呢，我会带的东西，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。然后刚刚就是一整套，比如说有卸妆的，然后它卸妆跟洁面乳是一起的，然后再来就是精华，然后跟痘痘，因为我常常长痘痘，那边痘痘也是可以贴着，然后隔天再敷一点那个面膜就会好了。如果男性的同胞可以参考一下。如果送给女生这种东西的话，一定是超级，而且还有个 SOP， 不能单送一罐，它就是三个一起，三个一起，对对对，整个到位。再次感谢，再次感谢。好了，那我们影片到这边喽，喜欢记得帮我按赞、分享，下方留言。三重还有哪里好玩，好不好？对，溜滑梯屁股还痛，就这样喽，拜拜。这鸡排好吃到我记得又再买一片呢。这鸡排就是我们小时候去网咖的时候曾经吃到的那种鸡排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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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但我觉得它比网咖厚。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鸡排用那种纸袋装特别好吃。